有胆量，单枪匹马可以闯过我武当七星阵，直杀到这里。不过，你别以为打败了这一般饭桶，就可以敌得过我的浑元童子功。废话少说！哼，没有礼貌。少林寺教出你这种东西，早就应该要灭门了。你是不是害怕不敢出来啊？我会怕你不自量力，我只是不想弄脏我的地方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艾薇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，是不是害怕不敢出来啊？待命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竟然螳臂挡车，真是有趣，有趣呀！岂有此理！废话少说，给我下来！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你，娘来晚了。是你，老天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开这么大的玩笑呢？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？我本来有个大好的家庭，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活泼的儿子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，要我受这份丧子？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志宇，你骗我！你说过你是铜皮铁骨，你说过你是不会死的，你说我们三兄弟一起闯荡天下，可是你却骗了我。为什么你说的话老是不算数呢？慧姐，苗师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不要这样了。不会的，是你不会死，他不会死，他不会的。他最喜欢捉弄人，他一定是骗我们的。师爷，你是在骗我们的是不是？你以为能把我们骗到？你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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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慧琴，你出来、啊！不要这样了，舜玉的死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你出来！慧琴，舜玉要地下有知的话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啊。尸变，
是谁啊？谁？臭小子，你口出狂言，不是要杀我吗？我现在就在这儿，你来杀呀！嗯，白眉，你欺师灭祖，毁我少林，滥杀无辜，人神共愤。 今天就算我洪熙官杀不了你，你早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哼，臭小子，我今天先废了你的武功，再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啊！你没事吧，机关？没事。你怎么这么傻，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？ 怎么奇怪？世玉怎么会这样啊？快捡！怎么那么奇怪？世玉没死啊！我早知道不会死了。世玉没死，我也不明白，他从坟里蹦出来，只有跑到这儿来，我们这一路跟来，难道是祖先保佑，老天爷不让世玉死？这路数好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！杀！ 傻小子，没听过缩阳功吗？ 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学人家出来学功夫？你知道“修”字怎么写吗？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武功虽然差，可是我问心无愧。比起你这个作奸坏事的东西，好得多了。就算你死千次万次，也赎不了你的罪。哼，你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，我现在就送你到阎王那里去，让你死了跟阎王去算账吧。 老子今天就杀了你！
臭小子在哪学的这种邪门功法？阴曹地府。有没有找到小小？没有，师伯。师伯，我找到千青。师伯，师兄，习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过，不能跟大家一起手刃白眉这个老贼，亲手替方丈师父报仇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世玉。是吗？世玉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这么快就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样说起来，那可就话长了。慢慢再跟你说吧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白眉这个魔头以后再也不会为祸人间了。嗯，现在武当的弟子都各散东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白眉死了，江湖上从此就平静了，我们呢也可以快点重建少林寺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小小？小小，我一直没看到他。你们呢？我们到处找遍了，也没看到他。白眉会不会已经被他？师兄，你放心，我刚才抓个武当弟子，我问过他，他说白眉想收小小为徒，一直待他不薄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嗯，可能他刚才趁机逃走，所以比我们快一步离开武当山。只要他没事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。嗯，师父，我想小小可能以为世玉已经死了，你猜他会不会去祭拜他呢？世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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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已经死得这么惨了，他们竟然还要你尸骨无存。世玉，小小，
小小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你没事就好了。世玉他，世玉啊，他根本没有死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他今天早上突然又醒来，还打败了白眉。是啊，不可能，人死了，怎么会死而复生呢？我们真的没有骗你。 世玉啊，他杀了白眉之后，因为力竭而晕倒了，所以派翠花姐跟西关送他到山下的客栈休息了。是真的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快点，小小，我带你去看世玉，世玉一看到你啊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小小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天意，这一切都是天意。 小小，我们回去吧。太迟了，我跟世玉缘尽于此。小小，你说什么？好不容易世玉才从死里逃生，你难道不想见他吗？小小，你是不是给白眉困久了，给困傻了？ 阿弥陀佛，你怎么？我曾经在佛祖面前许愿，从此以后皈依我佛。可是我，是上天要惩罚我不守信用，是上天注定我要出家。那天，我以为世玉死了。小小。 世玉现在没死，你不用出家了。出家一事，岂能儿戏？既然我决定要还愿，那就不会再回头了。这或者就叫天谴了。我跟世玉根本就不应该结这段尘缘，现在终于可以来个了断了。小小，一场误会嘛，佛祖他。 他不会怪你的，小小。世玉没事，你不要吓我。要是让他知道你出家了，他才刚从寺里逃生，你这样子会让他生不如死的。小小，出家一事，慢慢再从长计议。你跟我们回去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小小，我们先回去，其他的事我们慢慢再说，好不好？ 相见真如不见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永春，劳烦你帮我跟他说声再见。师父，弟子就此拜别。您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。小小，小小，师父。 我们回去要怎么跟世玉交代呢？师伯，怎么样啊？他这样子昏昏沉沉、朦朦胧胧的睡了一个月了，到现在都没醒过，究竟怎么样啊？师姐啊，他什么时候能醒啊？他脉象调和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醒了，儿子，你醒了。怎么样，花姐？哇，怎么那么多人看着我睡觉？你没事啦？谢谢老婆，谢谢。你叫我什么？老婆，要不然叫你什么？哎呀，我是你外公，你怎么不认得我啦？老婆，我跟你好像不太熟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世玉，你别捉弄我啦，我现在受不了这种刺激了。去。世玉，你没事吧？ 连外公都不认识了？什么外公啊！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外公，这老骗子骗人的。他真的是你爹吗？他真的是你外公啊！你别吓我！你别吓唬我！一大清早说这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还没有天亮啊！你已经睡了一个月了耶！喂，那你怎么不叫醒我？我还要去考试耶！你要考什么试啊，儿子？喂，你还认不认识我啊？我是慧乾呐！不认识，不用问。 你一定不认识我了，认识啊，你是个和尚。
你不是叫一休和尚吧？你们这些人莫名其妙的。你看清楚，这里你认识谁？这位不认识。这位不认识。这位认识。谢谢。应该的。这位不认识。这位不认识。这位不认识。这位我认识。这个臭三八跟着这群人到处乱认亲戚来捉弄我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行了，西官，等我先解决私人恩怨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通天书院打不过我就想趁机报仇？我不会中你的计的。这招我不来。不要乱来。是玉，是玉。什么事啊？娘打孩子不用那么重吧？快点扶他上床。是。师伯，世玉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哎，他只是认得你、咏春还有西关，其他人呢就全都忘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失心疯的一种。嗯，可是他还记得我跟他在通天书院打过架的事情，他并不是完全的失忆了，这就表示他记得两年前的事，而最近两年的事他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那才麻烦呢。哎，连我这个外公都不认得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啊。他不会是在坟里头待了太久伤脑子吧？我看是像。师伯，您看还能治好吗？这也不是没办法的事，不过什么时候能全好那就要听天由命了。不对呀，你看看他又不是全疯，只是半疯，看上去多半是撞了邪了。难道他真的是碰上了一些……哎呀，说起来真的有点像。哎，师兄，你记不记得自从上次我们在义庄住过之后，世玉就变得神神怪怪的。五梅，描写还不快出来。师官，照顾世玉。哦，谁叫我？是不是你？师父，徒儿拜见师父。师父，原来他就是我们师公，姓隐禅师。怎么师公比前辈和师父还年轻啊？哎，师父比徒弟小不行吗？你们赶紧起来啊！师父啊，您去十几年，现在回来显灵，请问有什么吩咐啊？哼，什么显灵啊？我尚在人间呢，谁说我死掉了？师父，这么多年我们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你到底去了哪儿了？这可问着我了，我也不大清楚。这十几年我钻研了一种悟我禅功，这种禅功啊，能把自己的功力提高到忘我的至高境界。不过在练功的过程中会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，醒了之后呢，功力会大大的提升，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记忆，甚至会问他自己是谁。那是与他？没错，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把禅功传给了世玉，所以他才变成这样。师父，幸亏你传给了世玉，我们才可以铲除白眉。白眉自始至终都执迷不悟，为师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哦，原来是悟我禅功啊，难怪了。师父，我想问一问呐，这世玉什么时候能恢复记忆呢？最起码认识我的外公嘛。哎呦，这可说不定了，也许三天、三年，也许三十年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我自己好像也失忆了十几年，有时候在练功的时候呢，也会再次出现假死的状态。我也曾经被人埋葬了许多次，每当我爬出来的时候呢，之前的事啊也都忘了。苗雪啊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哦，你的经脉逆转，受的内伤不轻啊。师父英明，师弟他被白眉所伤，功力全失。全失？这也不一定啊。啊，我把我的悟我禅功传授给你，你一心法练习就可以恢复武功了，甚至呢，功力会比以前增进好几倍呢。练悟我禅功，多谢师父。师父，这次少林遭逢大劫，元气大伤，请求师父出来主持大局，带领我们所有少林弟子重建少林。对。
请施公出来主持大局。原来我们少林寺一帮徒子徒孙都是英雄出少年嘛啊。哎，世玉，你给我出来。为师的梦想只是云游四海，逍遥八方，正因如此，当年才决定隐没江湖，以后光大少林的重任就落在你们的身上了。如果照师公的说法，世玉的记忆可能永远都恢复不了，那他不就永远记不起小小是谁了？既然小小执意要出家，我看世玉忘了他也不见得不是好事。只不过他们俩这么好的一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唉，有缘无份空悲伤，有份无缘暗凄凉，还是让世玉忘记小小吧，要不然他一定要多死几次了。哎，这也不难啊，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他不说大家都不说，哎，除了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，那世玉怎么也不会知道的。没错。哎，总之啊，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在世玉面前提起小小这两个字，还有小啊笑啊小小小笑，总之这类的音呢都不要说，免得呢勾起世玉的伤心事吧。哎，没错。哎，记者，大家连小二小鸟这些都不能说，甚至连小小的童谣也不准唱。还有，哎，那也只好这样了。为了世玉下半生的幸福着想，我们大家可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才行啊。嗯，师兄请。啊，后来师公呢将他的悟我禅功就传给了你。哎，你就一直练一直练，练死了，甚至于连我们都相信你是真死了。哎，好在是慧前跟你娘不相信去挖你的坟，否则我看你真的埋在里面给闷死了。死了都能复活，切，幸亏不是演戏，要是演戏的话让人骂死了，真是要我了。在这两年里面呢，我们差不多不多不少大概相处了两年啊。在少林寺呢一起闯过了十八铜人阵，在我们两个胳膊上啊就烙印下左青龙右白虎。左青龙右白虎、你也有啊？哎、是，哎，这个虎印怎么像狗啊？世玉啊，我们呢把这两年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可记住哦。嗯，说完了吗？哎，都说完了。不是吧，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小小的事情。哎，啊，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了，我们应该说的全都说完了。怎么还有不应该说的吗？世玉，哪有什么不应该说的，是你想的太多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那小一点点的去想，即使反正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因为是、你少说一句吧。他是说呢，在这两年里面我们相识那么久了，多多少少呢可能会说漏一些。就这么多了？不对呀、我觉得呢你们一提到那个小子，我的心啊就扑通扑通的跳。那是因为呢你的伤还没好，所以难免会有这种小问题。你只要多休息早点睡，醒来就没事了。要午睡？是啊，睡觉吧儿子，一睡睡到小。小小是不小小一会儿就要在念慈庵受戒正式出家为尼了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难道我们真要眼睁睁地看着世玉跟小小米已成炊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看见他们这个样子我好难过。他们两个一个呢就执意出家，一个呢就全忘记了前尘旧事。缘起缘灭自有定数，要来的避也避不开，或者他们缘尽于此。天意，天意。如果真是天意的话，那真是天意弄人，非要把他们两个拆散了。拆什么呀？拆人骨头？以为是方世玉啊？世玉，你来干什么？不能再睡了，我睡了十几个时辰，再睡眼睛就睁不开了。对了，那个谁啊？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我觉得呢我不妥。
怎么不妥呢？我总是觉得自己最近好像有东西蒙着眼睛，浑浑噩噩的，三魂不见了七魄似的。你呀，睡了十几个时辰，当然还浑浑噩噩的。是啊，你失了忆，当然有这种感觉了。不过很快就会好的。我觉得这里好闷呐、啊，我想出去转个圈呢。不行，你才刚刚好一点哎，该多休息一会儿啊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乖乖的呢，那我过两天就带你出去玩玩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不许出去啊！不出去。一定啊、哦！一定。要乖乖的啊、哦。嗯。瞧你无精打采的，小小，干嘛？讨厌！没好就不要乱跑，跟我回家去。我想起以前的事啊，真的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那就太好了。他在哪里？我好想见他。小小在哪里？说。笑，不要！你想清楚，你要是出家了，世玉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啊！小小，就算你不想见世玉，那也不一定要出家呀。你受了戒之后，就真的不能回头了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两位施主，请回吧。小小。逼自己走一条不愿意走的路，那又何苦呢？你跟世玉经历了这么多生离死别，证明你们是有缘分的。
既然你尘缘未了，那又何必勉强自己呢？回头尚有路，归去又何妨？师父，不用再劝我了。弟子心意已决，这么做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心甘情愿放弃我？你不要我了，你答应过我，一生一世都要跟我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我尘缘已了，你走吧。很快你就会忘了我的。我忘不掉，只要我还有心跳，我的心里就依然还有你。我跟你过去的经历在我脑子里一辈子也洗不掉。你不会明白的，这是天意。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天意，老天爷要我来的，把你给了我。走吧。我不走，你不要逼我，你再逼我就令我陷于万劫不复之地。我不能再违背我的诺言，我不能。我这一辈子都洗不清满身的罪孽。你走吧，你走啊，走啊！你出家还带着我送你的手链，证明你心里还有我。不是，我带着他并不等于我还记着你。既然我可以做到，你方世玉也一定做得到。对，既然你做得到，我方世玉也做得到。对，你可以出家当尼姑，我就陪你当和尚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在这里念慈庵旁边盖一间茅屋，永远陪着你，直到死为止。不用再逼我了。我不是要逼你，我只是想问你一句，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方世玉，哎，小子，你呀，别再给我耍花招了。花姐，我把你生下来养得这么大，你玩的什么花样啊？你只要那么稍微一动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就算你不给爹面子呢，也要给花花我面子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这样子出家当和尚，你对得起德哥还有我吗？诗玉，想清楚，你能说的话听到了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是我方家九代单传呢？一旦你出了家，你让我如何对得起方家的列祖列宗呢？爹的年纪不小了，你叫我如何再生第二个世玉啊？世玉，我们三兄弟说好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现在我们都跳进火坑了，就你一个人跳出去，这就不对了。世玉，这么辛苦才能睡一张被子，用一个枕头，床头打架，床尾和。再说，他怎么打得过你呢？是啊，听话吧，世玉。是啊。哎，施主，请不要再叫我世玉。贫僧法号义修和尚，
方世玉三个字早就光荣隐退，找个相框裱起来，从今以后叫我一休大师。哎呀，小小哪里对你不好了？他温柔娴熟，持家有道。对呀，进得了厨房，出得了厅堂。现在他又不是叫你去干什么坏事啊，只不过是让你放下拳头，拿起算盘，正正经经的学做生意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我要开一家武馆有什么不好呢？第一集我就已经说过了，我是谁啊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没架打的方世玉。你不让我打，还不如叫我去死了算了。是谁说要打呀？好，现在就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我打死儿子算了，这都一了百了。我打死儿子，喂，老婆，办事好商量。打死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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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儿子。这个就是我儿子，你什么不好学，学我娘。哎呀，快走啊，回来。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，都是疼你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疼我，你们不疼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方世玉呢？谢谢。